彰化县政府为提升用路安全，办理改善埔心乡及永进乡十条老旧道路，预估总经费为1685万7500元。县长王惠美13日与民代一同前往现勘。埔心乡二重村南昌西路、金口村新生路等8条道路破损、凹陷积水、地料溪泥、路侧下陷，规划改善总长度共3166公尺，面积达16907.2平方公尺，总经费931万7500元，预计9月中旬施工。那开始来看了啊，长期这个龟裂，然后破损啊，补补的补补贴贴哈。那今仔咱伫埔心所看的这个工程，到目前为止有将近要1300万，咱也希望讲伫十月底进行，把所有的工程拢会使这个啊开工圆满，啊，和这个民众出出入入会使更加方便咯哈。永坡路是埔心乡及永进乡的重要联络道路，因路面老旧、龟裂破损，预计投入754万元经费办理改善。啊，今仔来到咱永靖看咱的永坡路，这最主要嘛是咱永靖通往埔心真重要的这个道路哈。那是咱管道，那目前呢有针对咱这段哈啊较歹的所在，为咱的这个东升幼稚园一直到咱的这个啊永靖高工这段啊，咱的先行来做这个改善哈。目前会先来把咱的冷孔盖让它能够地下化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也希望在这段时间还没施工的话，利用这段期间来进来施工。那封起来了以后，两年来不要让大家再来挖来挖去哈。王县长现勘后，指示工程单位务必如期如职完工，保障乡亲行的安全，也呼吁全民一起来监工，保障工程品质。公益频道林义俊埔心永进采访报道。